大家好，又是我青衣李家的 Jenny 啊。今天大家估下我们去看哪一个屋苑呢？今天是看南晴湾细两房的单位。细两房实用面积451尺，有70%的景观都是望返向酒店的位置。窗台的位置非常之宽敞，上面的位置业主整造了一条晾衫通，可以方便在这个位置晾衫的。到饭厅的位置，很多业主都会在这个位置摆放一个大型的收纳柜或者鞋柜，这个位置可以放张四人的餐台，都无阻通道的。去到客厅的位置，很多业主喜欢在这里摆放一张 L 型的梳化，我这个位置可以摆放一个茶几或者摆一张大的地毡给小朋友在上面玩。去到这一幅墙的位置，主要都是放电视机和下面整一个电视柜的。南晴湾细两房和大两房的间隔都是一样，房门都是连接住了个厅，不会浪费了走廊的位置。细房可以窗台那边做埋床，放埋书台和衣柜都可以的。主人房放一张大的双人床，再放一个大的衣柜，然后之后再放张书台，空间感都是非常之大的。你望一望下间房有几大。洗手间用了企缸式的设计，整造了个玻璃透门，令到干湿次分离，然后放了这个洗手盆和座厕，都亦都仲有很大的空间感。厨房的位置可以摆放洗衣机和雪柜，因为实厨的设计可以明火煮食，上面做了一排吊柜，可以增加大量的收纳空间。如果想了解这个单位更多的资讯，欢迎来找我青衣李家的 Jenny， 拜拜。